OK，今天 Cumulative Editor 的几个更新，就是首先是修复了一个 bug，然后调整一下 log，这个的话是，然后现在打 C log 它打出来的这个，这个 log 就更精简一点，就是说它指数就很多 log 都是被毁掉了。然后是 preview changes，这个是一个小的修改。比方说，我在这边，在这个地方修改了一个地方，然后这边会显示一个，对，会显示一个简单的，change 的一个提示。那这个提示我点击的话，可以直接跳到这个，函数，然后查看这个代码。然后接下来一个是 edit lif，这个是一个扩展功能。比方说，我现在这个地方它要编辑，它是一个文本，那我要编辑，我可以用一个长的文本框去编辑，因为在 serial 里面，这个地方是会被隐藏掉的，就是它的头部是会被隐藏掉的，所以这样的话，失误了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通过一个 Dropbox 去编辑它，这样的话会轻松很多。而且空格因为在编辑器里面做了特殊处理，所以会不一样。这个是一个，然后对，这个是一个新的需求，因为比方说我现在在这边，定义了一个。新的，我现在在这边尝试嘛，我尝试把它的颜色改了 red，然后 height 改了100，然后 color 那个font size 改成100，那这个时候我按照原来的写法，我可能就要是比方说在这边先定一个 style x，然后把这个复制，然后剪切走，然后把这个Command Shift D 重新定一个，然后再把它拿过来这样子，现在就简化了，简化了，就比方说我在这边直接按 Command D，然后它会提示我一个框让我选择，那我在这边选择 Style X，然后回车，它就把这个创建好了，那原来那个地方就替换成了 Style X，对，两个就几个小的功能。OK。